马上就过年了，要是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吃上这么一顿粗粮面的蒸饺，那老好吃了。让我们一起做吧。盆中加入一碗玉米面粉，再加入一碗白面，1:1的比例就可以。放入温水，给它和出面絮，再揉成面团，盖盖，咱们醒至20分钟。酸菜切碎，放入盆中。起锅烧油，放入猪肉馅，小火慢炒，炒熟以后呢，加入一勺十三香。晾凉以后，咱们倒入酸菜馅里面，调味咱们放入蚝油、鸡精、生抽、鞋盐，再加入葱末、姜末，搅拌均匀待用就可以了。家人们，阿豪主页更新了400多道家常美食，每一道都适合在家里面做。如果你一次双击都没给过我，今天就给我一个吧，感谢您了。面醒好以后，咱们给切成均匀大小的剂子，擀成饺子皮儿，放上酸菜馅，包成你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可以了。放入蒸锅，上气咱们蒸成12分钟，再焖2分钟，出锅就可以了。掰开一个让你们看一看，皮儿薄馅儿大，非常的好吃，都流油了啊。